各位裁判老师、各位来宾、小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编号第六号。今仔日我演讲的题目是《风台天》。风台天，阿母，听新闻的报告，风台就要来了呢。是啊，一讲一摆是一个强烈的风台。风台一日来，透风落雨实在是真惊人呢。所以讲，咱得爱较细心的，唔通靠细伫厝内，无要无紧。风台大水来，搁差要去外口乱乱扫，安尼才袂去扫着风台尾，知无？听着阿母安尼讲，我就想着四月饮水袂免，哎呦！心内惊惊，好，有一天我就开始个消息，从妈咪家做好大家，唔免去学校读册，安尼我就当陪阿母去洗大便，宽东宽西，我是无我爱食物件，一摆到是阮好顿个，实在有够赞。大人讲，风台天是叫旧日，安那我嘞？我吃不了，过去只好肥肥，叫好肥肥，无烦无恼，戆戆仔食，戆戆仔耍，看电视看到天光，拍电脑拍到手酸。到底台湾这个岛是风台转世所在？大概在咱七八月时阵，咱听到新闻在报风台。大家就开始烦恼了。咱一几年啊，因为阮家伫唱歌，风台煞愈来愈大，毋是中大的风台，就是强烈风台。风台行即来路线，嘛亲像个异形册同款，话为北部来，话为南部来，有时走进前，有时搁会倒退路。明明是无看到迄个风台甲，有当时啊，煞无好，煞无好，就是个大石头，害去上着，我嘛甲个个臭头起，头壳有点冒热烧。上着旧年，可能是天公伯啊，看咱南部受欠水，就派一粒莫拉克风台来找咱，风有够大，水气遮尔济。连续几落天落大雨，乌天暗地淋雨讲，结果嘞，一年的雨水做三工就甲落完啊，海下港少侪所在做落水，山崩地裂，花砖头互土石流甲吞落去，阮那几个家伙去了了，少侪人要负责，性命煞无去。看到安尼的消息，阿母伫外口红叽叽，目屎滴滴滴落来。虽然讲我是囡仔人，无法度斗相共，不过我嘛有提伊讲，提钱去帮山救灾，救天公伯啊，保庇大家平安无代志。到今仔物才讲得着，风台对咱的损伤是正尔严重。各位囡仔请囡仔记。风台天咱要较细致，千万唔通走出去。泡面手电传互你，大大细细爱注意，祝予大家平安过顺心。我演讲到这结束，感谢大家。